想在你家试试，这样你见证一下。本来不想借，家里还有一张小张的。朱者，顺序，老师顺序有关系吗？先黄，再朱，再者。黄对，黄对不对？嗯，再朱，再者。再挑一点者。因为通常都是浅到深的。重的，哦，就带。其实还可以弄第二道，是不是？你要弄几道都没关系啊，这很自由。调一点墨，蓝紫色的。孝文，你要借这一张吗？你借。我要去玩，我没空。我也要去玩了。你不是回来可以画吗？你回来不是也可以画？这不是都一样的吗？我已经借了两张。我也借了。哇，今天回去就可以画。啊，这个是你要老师画的。画给大家可以学啊，你没学到啊？
看到。啊，你不是会想要赶快赶快马上就画画看？我把你切。你们也太好笑了，这两个推来推去。别的地方是抢来抢去是吧？我讲真的，别的地方真的是抢来抢去哦。是，别的地方学生喜欢拿老师新画的那一张。对、嗯、对 对, 对，因为所以说有规定嘛，谁值日生的先借。因为他的概念是今天值日嘛？不是，因为他的概念就是说今天看到印象最深刻嘛，深刻最深刻的时候赶快去画。我是很想接，但是我发现这一幅很难。这个不简单。这个最难的、啊，这个先让给他画，先画。不是乱讲，是大家推来推去，我们这边的这个文化就是推来推去，大家都很礼让，很谦虚。哎呀，那别的地方就是抢来抢去。那就保留在老师这边。那你要先死了。这样子啊，只有你没有去玩，没有事，你先画好了。对呀、啊。什么？我是新生哎、欸，没有关系，我们这里没有、這個、最大的难题不能丢给新生。真的没有看老师画，你随便抓一张，不晓得从哪边开始画。我现在就两张，我也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画。从前真的反正是抢来抢去，来到抢。盖不好就会是歪的。船盖不好，船画不好就会是帆船。我下个一个月不在，那我这次玩，然后又回来一下子又要出去，哇，累死了。你要不要接这张画？你要等六个礼拜才会还的。哦。哎，这张很难哦。你看我画这样不会吧？你很轻松，我很难。所以说你就要画我们看看。我要不是出去，我就借了。回来还有两个礼拜以后才上课，你就给你啦，给你就不要推了啦，你就当仁不让，然后就走了。我跟你说，你们都看我怎么死法。不会啦，这个，哎，画画本来就这样，好玩，也不一定说画不好就不好，对不对？也不会说啊，你画不好怎样，不会啦。你以前是当老师的，要以身作则。我不用作者啊，我们都是小学生。你们是高材生，你们是研究生。你是教小学的。我都没有念研究所，这里只有你念了研究所。变有一点绿哦，一点点，
看一下。是，就挡在那边。
就是这几盘。不是，不是我的问题，就是说，你那个沾上色料以后，一直把颜色用完的这中间都没有再沾水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有沾水干嘛？哦，你喷的时候就有水了。对啊，我一直去沾那个水，还有就是它那个，所以你笔会，你哦去沾了水之后，你上的颜色你会没有啊？就稀释掉。对呀、啊，你会没有、啊，所以说你能不沾水的话，你就不要去沾，它才有办法重。可是你的笔为什么都不会分叉？我的笔好。那为什么我的一直分叉？所以我才会去沾水，太干。这笔真不错，那表示你在画画不专心，分心的很差。这支笔是日本的，日本的，专心就不会分叉。太干了。日本。啊，对呀、啊，那个排笔也是有。没有专业的什么？你哦，就是说那种巧劲在带的时候，你要注意。你的笔是不是跟我的一样？啊，不过你也较好呢。这个已经画到是舍不得淘汰，正好用。你就买一支新的来跟老师换。啊，我的就一直分叉，我的从头到尾没看他开过一支叉。开叉就没办法画画了。有点像羊毫。很软，那你就学这支笔，那台下从那几个这就不要了，那就会剪掉一半，那就不会剪掉，剪掉，那就会去掉一半的、啊，大的变小。他那个是一寸，他那个是笔放太久了，不知道被什么给咬了，然后那个毛就被咬一半掉，我就干脆就把它切掉。我你都不会开叉，我的笔再怎么用，它一定不会叉。笔要转啊，它的窍门就是在转。啊，转。对，你那笔，你就一直是横的、竖的、横的、竖的，你用到它里面没有水分、没有颜色，它就开叉了。但是你笔有转。我从这边转到这里来的时候，我笔有转的时候，我再怎么画，它这一支笔，它永远是听我的话。又没了。
想家了。没有，这个猪，这个是猪，是朱砂。朱砂，这是朱。花青加朱砂调是紫色。没有，你紫就是用洋红加花青，就是变紫。不是，我是刚刚黄色跟红色是用的哪一种？朱。朱标。朱标。好，就是这样。像这种。花青加洋红变紫。对。